但是主角怎么了呢？主角最后自杀了哈。来吧，大家接受。有太多人，你的掌声怎么唱呢？天就是这样吗？是吗？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啊。也许你很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，就算拼了命，只为了得到一次肯定。太难过的时候，就哭不出声音，擦干泪无所谓，什么公平不公平。就没有意义，没人在乎你丢了什么东西，讲了一大堆人生的道理，可身边的年轻人听不进去。可能你很介意别人讲出的话语，想想吧，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脾气。有太多人为情哭红了眼睛，有太多人不甘这平凡的人生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却还在羡慕别人，却不知多少人却没有你的成绩。太多人自命不凡丢了朋友，有太多人不肯放松拒绝转身，可命运总是无常，错过就不再回来，请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和眼神。也许你更在意是否在别人的心里，我就算拼了命，只为了换得一点怜悯。在想念的时候，却没有了了解，该委屈，该的命，该给什么样的反应。人啊总是这样，总想把对方变成自己，再多不满意